我就来了张纸，我写下了一堆，可是根本就说不完。那00年代的时候呢，北京有了雪场，我不用出国到外地去滑雪了。另外到08年，北京又办了个奥运，而且也是那个时候呢，我女儿，从美国来到北京，在这儿教书。19年，我老妈还被授予了友谊勋章。到这个10年代的时候呢，我女儿又生了双胞胎，我的小宝宝，这个外孙女儿，我们四世同堂，哎呀，太美了。现在我的小宝宝已经，这个都是红领巾，再开学就上4年级了。我们一家子都在这儿，非常幸福。那就是我的家嘛，我出生在这儿，在这儿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了，50多年了。